好嘞，四九啊，螺丝娃哈。好嘞。谢谢。客气。这个豆浆是真的好喝，兄弟们，有停了有不到一分钟，上面有一层的这豆皮一样啊，你看，我自己喝的啊，没关系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有一层的豆皮，非常非常浓香啊。这碗是卖几块？我问你，这碗豆浆是几块？就这全都是自己用豆子做的啊？对呀。这个是原汁原味哦，原汁原味，这一点不假，真的。这一点不假。这是豆汁儿，民间卤的。把送送大街上头待着，得说上。干大街。我一喝一梦大街了，那个。哈哈。怎么说呢？记不记？记下。不够了，拿去鸡蛋。那你喝嘞？哎，五十的。大不了他，你就要摘了，你拿下去，大不了。哦，那今天的。哎呀，你上当了，你上当了嘛？不上当，那合同那还上当吗？是不是？不上当，多好啊！上当了，太冷了。哦，你不带点盐水哈？你那个桶太凉。不吃了。把个大眼睛子摸上它，这么漂亮。都整那么漂亮，哈哈哈哈哈！拿过去。咦，这小风。多少钱？这多少钱啊？哎，那个，到哪儿去了他？还六块。好的。你看，这个金蛋哈。
看一份。来，看一份。哎呦，我手冻死收过去了。行。行。嗯。骨头和我那个，好了。这一份是几块？两块。手动去了。奶奶今年有多大岁数？啊？奶奶今年有七十多岁吗？对了。哎。啊，多少？75、76了吧？75、76了。嗯。大概差不多。啊，就逢集赶集就来这边卖这个豆浆豆腐脑。对。等会儿也是吧，等我。多了吧，可不也吃不多了。等着吧。这一碗是几块？两块。一块。两块。啊，两块。哎，一块买不着啊。嗯，是。好嘞，豆浆。我吃完哈。那又是粉，粉啊粉。你给带哎带了。好嘞。谢谢。这个豆浆是真的好喝，兄弟们。有停了有不到一分钟，上面有一层的这个豆皮一样啊，你看，能看到吗？哎，我自己喝的啊，没关系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有一层的豆皮，非常非常浓香啊。这碗是卖几块？我问你，这碗豆浆是几块？哦，一块，这碗豆浆是一块。看一下，这边是有一个小碟子，然后给你弄好的榨菜丝、香菜，看一下啊，刚才没有勺子，就直接就是一个勺子弄的啊。来点这个也是啊，哦，还有韭菜，来给你，呵呵，嗯，看这是酱油啊，还行了。
什么事，不是，它是酱油，是酱油，应该是。香油，酱油啊，酱油应该是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，酱油应该是酱油。香油就，啊，还有，都是自己来动手啊。一块，我们在旁边卖着油条，油条是相当过瘾。来3块钱的油条，哎，3块钱油条，现炸的油条，因为你们用的油看着也清澈哈。快来油条，这油条。哎呦，来了！看这个油条多漂亮。唐松，能不能给我拿一个圆圈的？要一个圆圈的啊。油条还能吹啊？啊？看他这个烧的还是木头，木头疙瘩。你在这看不着，我看着。我真好。烟火地吃了我。我寻思火也真好哈。我给大舅烟火吃嘛，怎么？兄弟们，这真的是我长这么大喝最好喝的一次豆浆了啊！它真的是上面有一层的这个豆皮啊，稍微一等，哎，你看这个是刚弄出来一个豆皮，这稍微一放又有一层豆皮，非常的醇香啊！啊，嘎嘎好喝，然后再配着这个刚买的这个油条，看这个油条。哦，妙趣同堂，然后拿点小咸菜，看那个小碗，这样一份10块啊，那不是，这样一份1块啊。纯原味的啊，小孩子喜欢喝糖，吃甜的再加一点点糖，更完美了。大家看一下今天有多冷啊！这是刚刚撒的汤还是什么？已经结成冰了，-10几度啊！哇，这个已经卖完了，快啊！快吧！快！这4桶全都是。就是豆浆跟豆腐脑吗？对呀，豆浆待会儿来点哈，点还不就是豆脑的吗？哦，你看你喝那豆浆多么好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豆浆确实好，还一层，就是稍微一等就有豆皮出来。它是那个油啊。就这全都是自己用豆子做的啊？对呀。这个是原汁原味啊。哦，原汁原味，这一点不假，真的。这一点不假。行啊，我就给它盛了哈。哎，一使劲，哎，都出去。